我们可以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头偕老。这么准确的在眼前就牵住你的手，我们看得见，就能早晨带你到处遨游。这么精细的在准备，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。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，都不会有你。眼前一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出现就了了？当他们提送上嘅三堂。